飛德國。我就準備了，即係開始。嘉玲姐會唔會過去啊？會啊，會啊，會一陣。你喺德國會留幾耐幾次？希望三個月裏面過完啦。有排都見唔到你咯，係。都唔會嘅，可能係視像嗰啲，你知而家好先進。點裝啊？冇信心啦，對手咁好。因為我覺得首先我覺得我其實我全部都看完了，我覺得新演員譬如吳康仁，我覺得即在輔導青年的演出很精彩，那易所講師是我是粉絲，那即是他黑澤清導演的時候我已經開始看了，那就沈騰都是一個很出色的喜劇演員，咁其實我覺得黑馬係南韓首爾之春嗰個黃正文，我睇咗首爾之春，我覺得佢做嗰個反派係真係好出色。即係你埋佢會贏啊？黑馬啦，我唔知邊個會贏，因為我又唔係評審。嘉玲姐，你買邊個？你要買黑澤清。係咪仍然係買黑澤清啊？今年嘅評審主席嘅，因為其他啲男演員真係我真係甘拜下風啊！今年。下一次，好嘉琪，好，唔該曬 ，Hello， 深深，呢個深深，I'm very appreciate to Hong Kong fans and Malaysian fans. I'm so excited and nervous. Thank you so much. Out of my heart, thank you so much.好莱坞的电影，对，然后后面可能还有一部法国的电影要准备了，对，我们再